Energy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二十年没有看到 Energy， 今天晚上竟然一次完整的看到了，让我欢迎 Energy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玛莎，是不是补充团员有用？真的，大家好像活过来了。尖叫声马上是原来的好几倍。天哪，这个声音，这个有一点太大了。对，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所以呢，刚刚我们演唱会那前面那一大段，都是在帮你们热身。也有啦，他们是主秀，对，不是啦。最后一次合作是18年前，18年，2005，是跟你们复刻的，是，对，那次是在 Final Home 嘛，是，对 Final Home。然后我们五个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是20年，大概18、19年前啊，对。我们在分崩离析的时候，我们五个分手了，就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。怪兽就那个时候敲我，因为我跟那个四个当时是我们是拆伙的，对。然后所以18年前你没有在这个舞台上，对，我没有跟他们一起。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怪兽敲我说，哎，如果有一天你们五个人能够再合体的话，在一起的话，18年前他就说，我叫五月天帮你们伴奏。我们五个都没有想过今天会合体，然后因为这个机会才能够五个人站在台上跳舞唱歌，重新回味之前这么就是那种演唱会那种爽度跟嗨度。对，要谢谢五月天送我们今天这个大礼，让我们五个人能够合体，谢谢，谢谢五月天，谢谢五月天。让大家再次仔细的看看，牛奶、坤达、舒伟。阿迪、托罗，各位同学，这就是暌违在全世界的人面前20年，整整20年的 Energy 合体了。